到底是谁结婚啊？你早就打算离开我了。我是怕你伤心，才选择隐瞒你的。我要结婚了。结婚跟谁？曹婉珍。我喜欢你，不过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爱。有人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，其实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啊。大嫂，请喝茶。麻婆豆腐，周一至五晚上9点，8频道。以后的日子还长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相处。